那我想以政府代表政府来讲这话，我们除了感谢感谢再感谢，我们充满了感谢，我们对疫苗表达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谢。我对于从台积电鸿海到实际，还有我们的法律的团队这段时间非常的努力，克服了所有的困难，那把这个合约也签订，那也有郭董事长也到欧洲去，那把这些细节也做了适当的安排，跟国内充分的配合。那在这里我要代表卫福部向我们的企业从台积电鸿海到慈济，还是要讲说，我还讲说，感谢感谢再感谢，谢谢大家。